一周二例，一周二例才是更好的版本。我们也希望你不要坚持要一休二例哦，否则一周二例，一休一例都还有的在探讨。委员立马帮忙，麦格罗纳。居然我们是全世界排名前三名工时最高的国家，也就是在104年当中，平均劳工每一个月就有两个人是过劳死啊。如果周休二日确定了以后，我相信大家很有可能再把这个国定假日的这个固定把它谈好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想简单清楚明了的劳资关系才会真正的和谐。一休一例摆不平，还是干脆直接周休比较好。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依旧吵闹闹。那为什么取得政权之后，现在我们的劳动部快要变成资东部？有85%的劳工坚持主张还我123天的休假。设计哈，可以让他多领一些加班费，那么又同时他可以有最少4个钟头为单位哈。那么对于不想加班的人，那么他想要真的是2天多休息的，那我们就有两套配套，一个是我们的检举专线，一个是加强劳检。正在这个查证这样的事情，不晓得是怎么样。不过如果有邀请我们去的话，我想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工商团体沟通的机会。还好了，没有去量过了，不过好像这个腰带是大概少了一格。到底怎么修最好？部长说他都操劳到皮带都剪一格了，但本来就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广大劳工还在等着劳动部给个合理答案。记者郑仁忠、严靖宇台北报道。